小朋友们快看呐，这是什么玩具？啊，是一架大飞机。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这架飞机。我是谁呀？哈哈，我是熊二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架大飞机有什么好玩的吧。哇，这架飞机好大哟。它有惯性动力。哇，开动咯。再来，接下来还有什么功能呢？这是一个大大的飞机头，两个飞机的翅膀。上面还有彩色的按钮，是干什么的用的呢？我们来看看。哇，它下面有装电池的地方。那么现在让我们来装上电池试试看吧。我们要来拆一下，打开喽。我们要装上两节电池。充上电咯。这一个是唱歌功能，可以有音乐。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还有其他的什么功能没有。现在我们要来按一下红色按钮。红色的按钮是飞机广播声，那么黄色的呢？真棒！这一个是唐诗功能，那么蓝色呢？太棒了，这个是故事的功能。然后小朋友们，我们了解到喽，它有四大功能，可以飞机广播，可以讲故事，可以背唐诗，也可以听音乐。是不是很有趣呢？现在我们看一下，再按动一次会是原来的声音吗？当它发出声音的时候，灯光还会亮哦。小朋友们可以看一下。这里也会亮灯哦。他换了一首诗呗。我们又听到了一个小故事。
圣诞歌。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看到这架大飞机，它的功能有哪些呢？它可以有广播声，有两个小故事，还有三首唐诗，还有很多首音乐。然后这架飞机是惯性动力，而且它还带有灯光。飞机要起飞喽！飞机即将起飞，请系好安全带，谢谢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he plane will take off soon. Please fasten your seat belt. Thank you. 好啦，小朋友们，这架大飞机是不是特别的有意思呢？今天我们的游戏时间到这里要结束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小朋友们，拜拜喽。